今天日月潭的水真的是爆满，对啊，还蛮满的。我们大概也快一年没来了哦。这个日月潭哦，真的是以车泊来讲哦，一年四季都可以来了哦。那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季节是什么时候？春天。对，春天。我们之前来过什么？夏天。冬天没来，大部分都是夏季的时候来的。欸、很凉爽呢、欸。嗯。没请瓦特吗？没有。欸、看这边应该有车吧？嗯。这里啊。哦，真没有呢哈。那是今天没有播出来的。对啊。欸、这边路又越用越好了。嗯。蛮适合这种滑板车的。对，其实那个老板娘，四加二之旅，除了脚踏车还有什么？电动滑板车。对，哎，如果不是电动的，可不可以？也可以啊，用脚滑的也可以哦、嗯，当做是一种运动啦，像这样子有没有？而且这种电动的续航力，应该听说有个25到30公里吧？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哟。哦，是没有了，是树叶掉下来，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在跳。嗯、我们常常讲说，哈，延伸我们车泊最好的方式，哈，就像这样子。不过我们之前在掏这个的时候，会有一个风险存在。哦，电子没有保护、啊。没有人维修，没有人保护，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它就是坏了之后送不回大陆，所以这一次哈，我们特地找那个有保固的。你看你坏掉怎么办？你看我那台红色的车子到最后怎么办？没有这种东西哈，电池用品还是在台湾有保固，最起码找到了。不然除非你有认识维修的啊，对不对？不然你怎么修？是那种选手训练场，对，那个是啊，滑板车的避震没有脚踏车那么好。嗯，你说这个、啊？嗯，啊，对了，你看这个五号，如果这种路就避震效果没有脚踏车。你看，来，来前面一点，来来来，你看遇到这种路的时候，你看大叔骑的是脚踏车，老板娘骑的是滑板车，这个都是滑板车的缺点，除非啊。我去他那边看这个滑板车的时候，有看到那种大型的滑板车，就是有避震系统的，哇、哦，那轮子就很大，啊，那就 OK 了。那你如果买这种小，买这种，啊、但是他那个太大台的，收起来蛮不方便的。那就买脚踏车就好了。对，如果你买那种大型的滑板车，那就我是个人觉得啦，除非说你有你的特殊，你有你的特殊需求啦，哦。啊，不然我是觉得像这种小型的是放在车上比较适合的，你也可以绑在那个汽车架上面，啊，也可以怎样，也可以把它放在你的，折一折放在车里面，哦，啊，它有它专用的那种汽车带，这样很方便。啊，但是如果以这种地形来讲，我们建议哈，还是脚踏车哦是最好的方式，那滑板车也是另外一种方式，哦，这种东西就是青菜萝卜。自由选择，哦，那车泊除了像这种脚踏车可以当作一种休闲娱乐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像水上活动，像 SUP， 哦，感觉这次来跟上次不一样。对，你看这次的水，今天水位比较高，水位比较高，半年吗？不止了啦，半年而已吗？没经过一年了，已经快一年了，快一年了，快一年了。影片播在台中，所以今天又来台中。对啊，已经快一年。不能吗？对面不能车泊。不行啦，嗯。然后这边就是
有些人会搭船到对岸去吃东西的，那你看有没有？有些人是来玩 SUP 的，但是这边的 SUP 都是属于所谓的日出团的哈。OK， 那我们右转回去，出去，哦，右转出去。嗯，老板娘，欸，我发现这个季节来这边也是很美，哦，真的像这样，而且今天竟然来没什么人呢。对，今天人好少哦。我觉得很神奇。对，而且连来看的车博的人也不多。嗯，这样不错啦，人变少了。这日月潭的湖畔。就是这么美丽，看到没有？像这样，走，好了，我们准备走回程了。我想要回去穿外套，好。那走。你知道这种天气适合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吃麻辣锅吗？睡午觉，你不觉得吗？对啊，所以我现在要回去睡午觉。嗯，哎，这边今天好像没吃午餐呢。刚刚不是已经吃了？吃早午餐。哦，哎，如果晚上要不够东西，我可以，我觉得我们这边可以叫外卖。他们平常没外送，好不好？平常没有吗？他们没有在外送的。是啊，哦，啊，上次为什么会帮忙外送？我们去露营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去拿就好了，也没关系啊，对不对？或者晚餐去那边吃也可以，你觉得呢？也可以。哦，有人要过哦。这是日月潭最漂亮的自行车道了，而且堪称是世界上最漂亮的，世界有名的自行车道。不管你是来这边。散步，来这边干嘛？来这边干嘛？来这边干嘛？玩 SUP。骑脚踏车 SUP 也可以啦，通通 OK 的，啊，都是很棒的。慢一点。你看这一条路就这一段就很好滑的，欸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在那个什么城市里面代步也很方便，对，就是你坐捷运啊下车，然后用这个代步，你要买你要弄个背包，对，然后待着，嗯，下次我们的城市车博就可以带这个，只是说出来如果我们在外面不见得每一个路况那么好，嗯，可是如果路况很好就是还我觉得还蛮方便的，城市车博 OK 啦，一定 OK 的。嗯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回去我们的驻点了。哎，欸，松鼠，松鼠，哟，哦，真的呢。哎，松鼠凶的。我知道啊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加速。然后，这种滑板车哈，哦，没电的时候怎么办？可以用滑的吗？可以用脚滑吗？是不是快没电了？你已经出来玩了快玩这么久了，当然没电啦，啊。我们这半天出门充电到现在，哎，欸，很超哎，欸，他18，他19、20，被我骑了好几天了，都没充电，都没充电，难怪快没电了，嗯，完全没电了，刚刚好回来，嗯。